有声音的呢，我还以为没声音，听了一下。有没有杂音啊？晚上好呀，可以点点订阅呢。今天上班辛苦吗？谢谢宝贝的火燎。我看一下，谢谢大姑娘。是吗？赤金烟雨梦是谁呀？你是哪位呀？一天到晚改名字。你是谁呀？不认识你是谁？那是谁呀？这那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你让我猜，我是猜不出来的。我怎么知道你是谁？谢谢。我只认名字，你改了名字，我就不认识了。
盖美的吗？应该是有的，反正这个名字我不认识。多遵守哥哥的魔法学，谢谢老公，宝贝啊，你是送两本吗？你把你的微信发给我。你还真的没有改名字，只是你已经很久没有来了，怪不得没印象了。怪不得我找到你的微信了，我找到你的微信了。你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把你忘记了。我还在想，我说，诶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你是最近这段时间很忙吗？哎，不对呀，我就给两个人卡过管理，我就最近这两天给人卡过管理。那你是昨天？哦，你是昨天？嗯，你是昨天加我的小哥哥。对不起，我熬夜熬多了，对智力有损伤，对智力有损伤，原谅我吧。记住，春秋哥哥，你的微信直接发私信给我就好了。然后我加你，好吗？嗯，所以少熬夜，没办法，没用，不行，不能少熬夜，就是你一直熬夜，一直熬夜，真的脑子是会坏掉的。我现在已经感觉脑子坏掉了。今天好美啊，是吗？还好吧，这不是每天都这样吗？这件衣服已经穿了三天了。人会变傻，
已经傻了，没有用，已经傻了。几度春秋哥哥，三本哦，你送了两本，是要三本还是五本？我等你吧，等你发给我。我还有的救，我已经没救了。我已经这样子习惯了，就是已经习惯了脑子里面不装东西了。我已经习惯了脑子里面不装东西了，就是你但凡如果说。真的要我去记一些什么东西，我肯定是记不住的。我连前天吃了什么我都记不住，昨天吃了什么我知道，昨天我吃的小炒黄牛肉，但是我昨天吃了什么我真的忘记了。明天还有课，明天中午了。七小时，超过七小时了。前天我吃的什么？我是哪里？梁溪区。前天我想起来了，前天是吃的鱼汤，因为那个鱼汤我吃了两天，我锅还没洗呢，因为今天下午去了我妈妈那里一趟。把这个拐卖拿过来了，就是这个，把这个拿过来了。找我干嘛？找我来给我钱的话欢迎，找我来其他的事儿的话算了吧。我只爱你的钱，其他我全都不爱。我不喜欢男人，我只喜欢男人的钱。你给我找个女生，我还会开心一点。你来找我的话就算了吧，你只要把你的钱寄过来就可以了。睡觉，好，困啦，那你去吧。又是痛苦的一天。噔噔噔噔，哥哥通过一下，我加你了。我不卖啊，你要找卖的你去找别人，老娘不卖的，你也买不起。镶钻的摸一下就怕你拉手。什么玩意？什么交友啊？没有啊。交友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声麦好像声音太大了，听着耳机里面好响啊。这个在哪儿弄呢？这样子，嗯，这样子可以。嗯，这样子噪音少很多。交友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语音频道啊？没有。那种我不去，那玩意有什么好玩的？我想不通。哎，
我就是想不通，就一群人挂在里面，然后还就也就放放音乐，然后就会在那里有人送礼物的，然后 Q 别人上麦，就那玩意儿居然能赚钱，我也是想不通。那个东西不知道他们怎么赚钱的，我一点点都想不通，无法理解，无法理解，声优你不懂，无法理解，没有办法理解。谢谢订阅。一语中的，你也无法理解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挂在那里挂挂麦，然后就 Q 别人过来上麦，然后就可能就 Q 人家一首歌，然后就五六千的夸夸刷，就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。谢谢你，无法理解，那是要多寂寞呀！刷什么礼物卡V，送一本魔法书就好了，一本魔法书，好朋友可以解压哦，到厕所里面偷偷看。打印的就可以吗？嗯，是的，因为是新主播，所以一本书就可以卡 V 了。嗯，可能做个一年半载的就变成三本书了。因为是新主播，大冤种给网络男神女神刷的，我就想不通，就是他们直播就只有声音，就是可能声音的背后是一个肥仔，也有可能是一个变声器，也有可能是一个胖妹。然后他一天到晚拿别人的照片拿过去行骗，然后就大冤种，就听听声音就哇这个声音啊，大冤种，想不通，无法理解。胖妹很多，声音听不出。你不知道，就我家以前的会计，那个女人长得很哇塞的，就是那种哇塞啊，就是说不定就是江西赶尸匠，如果可以招女的的话，就是她可能可以去面试一下。然后，但是她的声音很牛逼，她的声音是真好听，但是她人长得很哇塞。主播不是，现在还太早，10点钟，11点钟吧。一个男的在网上装女的骗钱，直接让他现场表演。可是他是一个男的呀，他怎么现场表演？他只是装成是一个女的，你要让他现场表演，他怎么现场表演？那不就穿帮了吗？现场睡了吧，老公。然后他
事情，他旁边出来一个声音，对着他喊了一声说：“睡了吗，老公？”今天换了一个麦克，这个麦克是不是声音更响一点？这个麦它耳朵也特别好听，比之前那个麦它耳朵好听多了。怎么一半一半的？啊，谢谢。不是，因为我在看我的声卡，我觉得。它好像一半声音大，一半声音小。喏，这里声音大，这里声音小。现在好像正常了。那正常，还行啊。我是觉得，因为我可能刚才那边不小心动了一下嘛。你要不喜欢的话。你可以换一个直播间看哦。喜欢的话就留下来多看看，不喜欢就换一个直播间看，爱看不看。火龙果袜子，火龙果袜子穿的不好看啊。她估计是个女的吧，所以会有这样子的感叹。
这个听起来特别舒服。这个听起来轻吗？把它开稍微大声一点。前提里面听着声音很大了，现在呢？现在有没有大一点？谢谢憨憨的花花，你要戴耳机啊？现在可以了。你不用管我拿多少，我只想看见你送我魔法书。你送的多，我拿的多。你一毛都不送，我就一毛都没有。你管我拿多少干什么？送一本魔法书，我们就是微信好朋友了。解压可以到卫生间里面偷偷解，解完之后洗个手啊，不然会有味道的。我要是跟他说我只能拿三四十，他肯定就会说，我
信给我吧，我直接给你转三四十。我谢谢你的三四十啊，你连这六十都相信，你对我可真好。谢谢啊，老公的魔法书。老公，天天，哎呀，没开声音。微信直接在私信里面发我就好了，然后我加你。你看他这个话来了吧，你看见没，他说还不如直接微信给你转个魔法书。我谢谢你，你对我可真好。你去厕所里面偷偷解药，解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洗个手，不然手上会有一点味道，味道大还是味道小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也挺好奇，我也想知道。三本当然比一本好了，三本肯定比一本好啊。人气什么时候上60万，我就给你倒计时。难看吗？觉得难看的话，好看的女主播有很多，你可以去别的直播间找一个好看的。毕竟我不是很合你的眼缘，但是我相信合眼缘的女主播应该也不少，你可以换一个直播间去看一看哦。毕竟美女千千万，我也不是唯一的那一个。不行，我的脾气比较冲，我就喜欢怼回去。我又没有赚他一分钱，是吧？我又没有赚他一分钱。我好看不好看，关他屁事，爱看不看。真的呢，声音一个大一个小哎。
计是个女的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就是她可能是个女的。明天找她调整一下吧，是一个大一个小。妈，你看什么东西啊？看，小啾啾，小啾啾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是小啾啾啊？没玩过，谢谢耳朵的无聊，谢谢耳朵的无聊。谢谢狗宝老公的魔法书，老公甜甜，你把你的微信直接在私信里面发给我吧。什么好舒服？那个麦克风拿在手里太重了，然后一直拿来拿去，连接线会有滋啦滋啦的电流声的，那个麦就只能架着。Thank you.
不够，还要。你都不给我吃，那我吃什么？你以后的胡粮都只能给我。可是人家不想吃苦，人家只想吃一点别的，只吃不吃苦了。我说那个像个沙漏，谢谢啊，就快爆炸的魔法引擎。那个是大礼物吗？1块钱一个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新主播，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很贵。擅自负担，值好多钱啊！哦，谢谢你称为贵的扇子。可是我这边的电脑上面的那个屏幕上面，显示出来你称为贵送的是荧光棒，可是，在直播间里面。看见你送的是扇子，为什么旁边它出来的是荧光棒？好奇怪。所以这个到底是扇子还是荧光棒？
谢谢就快爆炸的魔法引擎。太卡了，哦，你网络是不是不好呀？那你晚一点吧，我觉得还行。确实，我的麦一个声音大，一个声音小。想来我家玩，可以啊。还真的是。地球人，地球村，谢谢你的魔法引擎。多看一眼会怎么？看一眼就爆炸了，笨蛋，没用的东西。我说你要爆炸了，小笨蛋。多看一眼就爆炸了，原地爆炸。
那要不你来一本吧。你来一本吧。是弟弟，等你什么时候有肚子的时候，那就变成哥哥了。弟弟，弟弟，你把护粮都给我吧。等你什么时候有书的时候，还可以升级变成老公。直播间看看就可以不是很好。
等了四天，第五天的时候才到的。一本魔法书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你一个，不给你，你要吃吗？不给你吃，都是我的。要我喂你吗？到我嘴里来抢吧，给你吃个嘚儿，都是我的。谢谢小厨神的血瓶。不给，我还要吃一个。
还要再吃一个。嗯，我要吐出来了，我又吃进去了。嗯，我要吐出来了，我又吃进去了。就不给你。很危险，好吧。臭流氓。容易吸到器官里，那你们就可以帮我喊110了。我家还只有一个人，还不能用海姆利顿急救法来救我，那完了。想要魔法说都不给我，为什么这个麦音色好像差一点？拿一本魔法书吧，想要魔法书。可是那个不是草莓呀，那个是小番茄。吃个甜甜糖呗。
吃，真喜欢吃葡萄味道的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看在魔法书的份上，你说啥就是啥。绝了，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女人了。什么意思？一本魔法书书，我们就是好朋友，可以到厕所里面去慢慢解呀。解完了之后，可以洗个手。东姐呀，看过了，可是你还没有送过我魔法书啊。你想知道绝了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变成我的好朋友之后，我
我在微信上面亲口告诉你，你在别的地方看到的，我可不认呢。
什么不说话？我以为房间里面没有人，弹幕没有人讲话，我一个人说什么呢？今天没有人，昨天其实就开始没有人了，不对，前天就开始没有人了，已经连着没好几没有人好几天。晚上好呀，我只会画这一种眉形，别的我不会。蜡笔小新眉毛呢，还不如不要画，不要画还比它好看一点。
谢谢订阅。96年的，我比你大吗？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你想要什么都想，啊，你想要什么都想，你又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要什么东西？你说说看呢，是想要什么？今天好冷啊。今天有什么呀？有那个什么什么就那个什么。人都没有，魔法书都没有，想要奖励一下。谢谢宝贝的护量。
北斗虎娘，好吃。过任务啊，好呀，我感觉我过不了。人都不多，都没人。过任务还差多少呀？还差三本呢。差三本呢，说的是同一个吗？你说的是这个宝藏任务吗？那你说的是哪个？我还以为你说的是这个每日任务呢。这页面有个主播任务，主播任务是什么呀？我这里怎么没有显示呀？主播任务不就是宝藏任务吗？
觉得是什么？送五本，五本比三本好，三本比一本好。送了你就知道了，问问问。活动，哦，收集情书吗？是那个吗？我这里只有一个收集情书的任务，44-155个，收到了44个。说的是这个吗？哦，那还不如收情书，然后正好300个情书，正好可以过宝藏任务。谢谢苏伟唐虎良。出去玩，明天星期五啊，还没到周日呢。星期六出去玩，今天礼拜四，我以为今天礼拜五啊，今天是礼拜四。没课，对，礼拜五一般性都没什么课，啊，礼拜四会忙一点，礼拜五就轻松，就等着放学。那你要出去玩的话，你要去哪里玩？谢谢订阅，嗯哼。喜欢的话，可以来一本魔法书，一本书书，我们都是微信好朋友。魔法书可以放在卫生间里面偷偷解哦，解完之后洗个手收就好了。洗手可以吗？你不怕有味道的话，没关系啊。还差15个啊，还差15个。哎，我的宝藏任务今天晚上是学了，过不了。为什么要去洗手间？是现在看有人刷吗？这两天，这应该是这一个星期，说实话流量都不咋地。我还那个呢，说是给了积分我，然后去拍了那个推荐一的那个位置。就算卡在推荐一的位置上，12点到1点钟这个时间段，其实还是并没有看见有什么效果。前两天不挺好？不是的，前两天好不是因为前两天好是因为有一个，就那一天有碰到2个好大哥，一个人怼了1500，一个人怼了3500，所以那一天的榜是超过8000的任务，是当天的任务8000是完成的。就那一天是8000的榜，是因为认识了2个好大哥。但是人家也不可能说每天每天这么刷的呀，不可能每天每天这么刷的。你像今天
吃散票，九点十点钟播播到现在三本，这说明流量不行。我看那个订阅量我就知道了，订阅量到现在为止只有478，我就知道。妈，咱们小主播也要8000？不是的，我是说这个宝藏任务，宝藏任务每一天完成最高收到的金额礼物是8000，就那一天我是完成了那个任务的。就是我可以返的也多，因为你只要完成那个，它是一个，它是一级一级的，完成一级给你多少，完成两级给你多少，最高就是8000的那个任务完成就可以返你多一点。谢谢反光镜的，谢谢你的樱花，雪鬼，你刚才那个是抽奖是吗？就涨550几米的，500几米的，你不是已经送了？刚才送了超粉卡了吗？超粉卡是不是涨几米都会高一点？我还差15个情书啊，你给我吧，还差15个情书。一点点。现在是多少？现在你要，你的，应该会有人上，再等一等吧，等一等。谢谢庸俗孤单。谢谢哥哥的气枪，可以来一本魔法书，一本魔法书，我们就是微信好朋友了。可以有魔法书解压，躲在厕所里面或者被窝里面偷偷看就可以了。看完之后去洗个手手，洗完手手就很舒服，可以安安心心睡觉了。这个气枪是抽奖吗？还是礼物啊？真的吗？是呢，3本和5本更好哦，5本绝绝子，哥哥选择一下。那个好像是抽奖礼物，抽奖的。出了1-2箱。刷的点在哪里？你抽到了礼物之后，那个礼物应该是在你的背包里面，你点开礼物栏看一下，背包应该是在里面，你找一下。哄睡的视频吗？睡觉需要人哄吗？那肯定是一些别的东西，睡觉是不需要。
肾虚，虚弱套装，肾虚 buff 给你套一个，出售肾虚套装。四万的声音吧，这个声音好听。你说的是人头麦吗？人头麦他不让出镜，本来我也想打算买个人头麦的，但他们说人头麦不实用，还是这个好。有两只耳朵的，那个就是人头麦，那个就是人头麦。所以我那天做换了麦了，这个跟随不上这个节奏，这个麦声音很大的。只能讲讲话，掏掏耳朵，这个麦是掏耳朵好听。这个麦掏耳朵，那个摸的，对，那个摸起来很舒服，但是它不能出现在镜头里面。什么摸得很舒服？人头麦摸他的耳朵，戴好耳机听会很舒服，但是人头麦不能出现在镜头里。又开车不带你？谁说的？你在什么东西呢？谢谢啊，输得开始的姑娘。
就是没有人啊。小小哥斯拉是什么东西啊？看大哥能抽出什么吧，他愿意给我就给我。他比较喜欢抽奖，抽奖的刺激的感觉。还差四个啦，观望下，观望什么？什么送的？你抽了奖，你中奖了，我等着你投喂呢，给我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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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一个医疗箱，还有一个什么哥斯拉，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我没见过。医疗箱我见过，哥斯拉是什么我不知道。指引我太美干嘛呢？跟你说，女人长得漂亮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哦，过了，亲属那个，哎，过了之后又怎么样呢？他要。过了之后又一。过了之后变成要155个了，他奖励了什么东西我也没看到，奖励了我什么东西啊？下花语了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男生怎么做护肤？你怎么突然打繁体字了？你怎么突然打繁体字了？好敷衍啊！不是啊，问题是我这边它没有显示什么特效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电脑端这边，我电脑端这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出现。看到花语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啊，问题是啊。我这里啥都没出现，我只知道，哎，他过了，
是我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不爱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是我设置上面的问题吗？你知道了，是怎么？明天两倍亲密度加50000人气卡。今天，哎，你看看你那个亲密度上涨了吗？你们是手机端是能看到花语的是吧？我屁都没看到，嘚儿都没看到一个。想靠翻白眼。翻个白眼。大哥又中医疗下。好的，去吧，打游戏是吧？过一会儿再过来吧。他身上有5本书了。刚刚没看到白眼。不知道要什么，打开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我的宝藏任务还差，我的宝藏任务还差200块钱。哎呦，完蛋了，还差200块钱，还有5分钟了。下一个试试啊，先订阅了。你送我2个医疗箱吧，正好可以帮我过一下今天的这个宝藏任务，就只差200块了，2个医疗箱正好。不然过了12点钟就要刷新了，还有5分钟。为什么？哦，你要是觉得不想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我只是喊你帮个忙而已，不想帮忙的话。那就算了。这个是每天任务吗？对，每天任务。好的。搞不懂就算了。
你可以来我本书啊。叔叔可以去卫生间里面发射。身体里面慢慢解压发射吧。
糟了。谢谢你的护粮。好臭。这里呀，谢谢宝贝的物料。好吃吗？护粮好吃。为什么没穿呢？丝袜破了。想要护粮。
到这个声音，你会想吃东西的。喷出来了。膝盖怎么了？膝盖没有问题啊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如果把嘴巴张开的话，就是它会有声音，吧嗒的一下那个声音，但是它就是会那个字会爆炸爆出来。还有两个了，吃完就没了。谢谢订阅。苹果虫子，你服了？看直播谁用苹果手机啊，小傻瓜。谢谢渣渣的情书，谢谢你的丘比特之箭。下午买的番茄，买的不是很多，就买了十几块钱，就只有一小盒，就端出来就只有这么一盆，就二十几个吧，吃完就没了。听说是一元，听说是一元，可以帮忙完成一下任务。
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送完魔法书，可以躲在被窝里面偷偷看我。看完之后，去厕所洗个手吧，不然会有味道呢。男孩子要爱健康，爱干净哦。谢谢宝贝的魔法音箱。67个魔法音箱，还差一点点，宝贝你就是百元宝了。谢谢啊，魔法书吗？魔法书，谢谢皮熊老公的魔法书，老公你真好，今天好看，我这样还好看吗？剔牙，剔完牙再拿这个挖耳屎，挖完耳屎之后拿出来搓一搓，再弹掉，然后再挖鼻屎，挖鼻屎搓一搓，再弹掉，然后再卡在窝里抠一抠，抠一抠，搓一搓，弹掉。人家在画皮屎，恶心也不是你老婆。搓完脚再抠鼻屎。下巴长吗？这一下巴有肉的，抖一抖，好烫啊！臭死了！有感受了也没听到，没听懂辣的，可以来一本魔法书，一本书书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送完魔法书，就躲在被窝里面偷偷看哦。躲在被窝。
辛苦了，又是上班，又是上学的，你还不奖励一下？你在干什么呢？要奖励一下，奖励一下自己吧。嗯，来一本魔法书就好了。看中医啊？为什么要看中医啊？欢迎小妖怪。看我的麦克风。是什么绝绝子？超级超级超级绝绝子，不是没夹子吗？有，后来又找出来了，它是那个桌面支架，只要把它卡住就可以了。那个我还是有的，我以为它要用落地支架，不用落地支架，没有，它有这个可以卡在桌子上。那只要在热门上就会有广告。这个小太阳，它开了高档吧，觉得烫；开了低档吧，觉得冷。
谢谢秘书。当然是摩擦的声音。魔法书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了，可以加微信哦。解压的话，就到厕所里面去，
慢慢切就好了。切完之后可以洗个手啊。真的呀，一本魔法书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嗯哼。洗手的时候要洗得干净一点，因为有点黏。收敛的话就已经被逼累了，我又不是大主播，我还是个小主播呢。你想看的东西全都在魔法书里。你就想看免费的，免费的能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我要的东西都在魔法书里。老公的魔法书，老公老公，你的微信直接在私信里面发给我就好了，我等你啊。不要相信陌生人的私信啊。上次有一个哥哥被骗了2000块钱了，不要相信啊，
然后就只拿到了几张照片。人的声音不好听，这玩意儿是让你听的吗？这玩意儿是让你看的。